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，是什么游戏呢？按这里，喂，噔噔，那它的名字就叫 GOMO， 那 GOMO， 它是一款什么游戏呢？它是一款解谜类的游戏啊，废话太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哦 ，New Game， 我就是 doing， 怎么了吗？梦到自己家的狗狗，哦。开心的在追蝴蝶，结果咧还在追蝴蝶，看起来蛮爽的，日子过得想说他日子过得很悠闲，结果后面有一个怪怪的东西出现了，结果咧噔噔，等一下，你梦的狗跟你的完全不一样啊。他说这边是那个道具栏，这个是 menu 啊，那个选单栏。然后我要按它开始啊，呼呼，开始了 ，GOMO， 嗯 ，GOMO， 我们开始了，招招手，那它左右可以左右移动，那这里也能干嘛？喂，开灯要干嘛？关灯，没干嘛？那这个包包可以拿吗？不行，这里有钥匙拿钥匙，蹲蹲蹲，呜呼呼呼呼，哇、哦，耍什么帅啦？赶快把钥匙收好啦。他放到哪里了？背后的空间是不是？走出去，这里还有那个按钮可以按吗？看一下，可以开灯哎！还有上面为什么会有怪怪的人？这是什么 TNT 吗？被拆掉的 TNT？ 好了，不管了啦，拿钥匙开门，我咻，走吧。想不到出家门也要拿钥匙开门，噔噔，嘿，出来了，狗狗嘞？狗狗不见了。对啊，狗狗嘞？跑去哪里了？看他屋子里面，说明躲在屋子里。倒退撸啊，躲在屋子里睡觉。他背后有拉链呢。布偶人，你刚刚是什么？飞碟飞走了。怎么了？你想要干什么？立体影像。这是什么？章鱼人。叮叮叮叮叮！我的狗狗被抓了！你抓我的狗狗干什么？要用水晶换狗狗？我剩下1小时40分钟可以救狗狗，是不是？哪招啦？所以我要先去找水晶哦。哪里有水晶？龚某哪里有水晶？等一下，你拨到什么东西啊？你现在不是要救狗狗吗？你有时间在这边玩吗？你干嘛玩人家的电视天线？不要再玩了啦！土拨鼠都生气了，都摔摇杆了。不要再玩人家的那个了啊！玩人家的电视天线了。这里是怎样？到这个，到矿车上，或许，到矿坑里，矿坑里有水晶是不是？先去找水晶救狗狗啊！呼，这怎么样？云霄飞车哦？哪一个矿坑会把铁轨用成这样子啊？摔下去了，三秒后，一直在叫，这个是怎样？这是什么东西？71分 and 什么开根号？还开根号嘞？什么12天哦？1到2天，25小时后。到底了？我果然是布偶人，摔不死的。噔噔噔，结果嘞？这个是怎样？这是蚂蚁吗？现在要做什么？从这边可以过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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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走到这里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Z， 还有一个人。这里有一个粉笔，可以拿。拿起粉笔，还要干什么？帮他画一个裙子。童心未泯。还画胡子。眼镜，还帮他戴那个蝴蝶结。笑得好尖哦，嘿嘿嘿嘿嘿。好啦，不要玩了啦，赶快走啦。走上去，应该要走这个门吧？呼呼呼呼呼呼呼！就这样跳上来了。
这样没事吗？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木板爆裂了啦！啊，高某，你太爱玩了啦！好好走不行吗？现在走不上去了啦，只能去厕所了。WC 了，去厕所要干嘛？嗯，去厕所上厕所，去厕所上厕所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三号，一二三，三间厕所。哦，来试看看呐、啊，这里。呦呦呦呦呦！哦，上厕所，一号厕所，看来坏掉了，不能上。哦吼，不能。那二号厕所嘞？二号厕所。哎呦，哦吼，啊，真的有上哦！哎、欸，还有东西掉下来。我拿到一个不明纸条啦，这个纸条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喂，在上三号厕所。我干嘛来上厕所？我们就在实况上厕所给大家看的吗？不是吧，高某？嗯，你不要一副呆呆的脸看着我。好了，不要再上了，赶快走，不然又会有人说这个实况影片好没有营养。这样怎么行？本来就很没营养嘛。好了，爬上来了啦，我硬，蹲蹲蹲蹲，爬回来了。那我现在要怎么上去？这里有，我硬。这个吗？哦哦，鱼线，哦，哟，所以我就是要用这个，用忍者把它勾到，然后跳上去，是不是？试看看，喂，可以啊，哎，可以哎，哦，咚咚咚，喂，哎呦呦呦，哦，忍者，哦，帅毙了，可以上去了，哦，忍者，哦哦哦哦哦，哦，爬上来了。哦耶！啊，爬上来了。那现在要干什么？哎、欸，看一下这个仪表板，跟这张纸有没有关系？啊，圈圈圈圈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圈圈圈圈圈，叮叮，错了。为什么？错了。咚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咚咚咚咚，反过来看看。啊，叉叉叉叉，咚咚，冰冰冰。冰冰冰，哎、欸，亮绿灯啊，为什么不开门？你为什么不开门？哎、欸，不开门，咚咚，不开门，是有什么东西没拿到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不开门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？这里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？哎、欸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东西要拿。哦，找看看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炸弹。炸弹丢掉了，不留着吗？你又丢了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拿到一个正方形的不明物体，看一下，他写哦卡片，哦这是一张卡片，哎、欸、哦要用卡片，要 IC ID 卡，要 ID 卡才能进门是不是？原来如此哦，我们现在在骇客入侵中，要 ID 卡，哦噔噔。哎、欸，开，刷 ID 卡，插进去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身份确认成功，进来了，哎耶，这样就进来了，那现在可以跳过来，这一台是什么机器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也可以上来、欸，哟，爬到这里了，这个能干嘛？嘟嘟，没有，没有东西，那这个嘞？哦，推，哟。水到里面了，哎呦！所以这个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装水？我装水干什么？哦，下去。哎、欸，跟这一台机器有什么关系吗？还是这里？哎、欸，这个插头插上去，插上去，然后嘞，哦，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。哎、欸、嘿嘿嘿嘿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呜呜，卡住了。哎、欸，这样我过不去啊。这样我过不去，哎、欸，难不成是卡住了？卡住是没有油，所以这我装的是油，不是那个吗？不是水，是油、哦。嘟嘟嘟嘟啊，装完了，再一次，再按一次。哎呦，又滚上去了。哎呦，很好，很好啊！往前走，哔哔哔哔哔哔哔，走走走，哦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不要在此逗留了啊！在此也没什么好逗留的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张
有一张图哎、欸，这个老鼠在干什么？拿着一个酒瓶过来了，这个是写什么 ？A 是控制这一段 ，B 是控制这一段啊、然后可以去钻石头哦，砖头啊、真是浪漫啊。然后 C 是控制这一段 ，D 是控制这一段。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来，然后让石头跑到上面的轨道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子吧，他应该是说这样子。那我们走吧，好秀，走吧。哎，走啊，走啊，怎么不走？哎，老鼠怎么带？还有人脚哎、欸，要按哦。我想说，你怎么不动啊、你怎么不动？动啊，给我动！冰冰冰冰冰冰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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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咻！这张海报能不能看啊？噔噔噔，哎，不行，直接往上了，没有给我看海报。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除尘室，无尘室，接下来要无尘操作吗？还是只是单纯洗身体用的？淋浴，喂。那这个嘞？这里有一个柜子哎，柜子可以开。柜子里面有什么？哎呦呦，有什么资源呢？呜、我被柜子吃进去了。喂，逃不出来吗？吐出来了，因为我不好吃吗？很凶哎、还拿东西打我。这个东西可以拿吗？哎呦，可以哎。哎呦，想不到跟他玩是必要的，是不是啊？跟他在里面玩是必要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我现在要这一台机器，这一台机器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？Z， 然后嘞 ，Z 有什么？回，哦，放下按钮，回，移，没有反应呢，没什么反应，回，哦，有嘞，为什么亮起来了？亮起来了，高某你要去哪里？我按到上去了，灯不晓得为什么莫名的亮起来了，那我现在可以按按钮是不是？按看看，回，按一下按钮，噔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各位观众，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再按一下。哎呦，灯关了！我不要灯关。按一下第三个。哎呦，门开了！哦耶！哦，原来要这样子哦。走到外面去。哎呦，又走回来了。过了。哦，刚刚看到了这个机器，那个告示说明就是这个。那我们走上去吧。说明在这里。噔噔，来操作一下机器。我先要钻这个嘛，看一下，蹲 ，A B 可以哦，钻，哦，有石头哎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夹上去，是不是？它会不会来不及让我夹上去啊？卡住了，它有停在那里让我夹哎，真是好啊，收。要夹这一颗石头也不容易。下来了。B， 按下去。抓起来了，石头抓起来了。咚，往上拨。上去。想不到移动石头也不容易。可以放下来了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能呢、喂，再来。还是不行。为什么这样还不行？喂，可以了，放下来了，放下石头了。哦耶，石头从这边到这边了，那我可以离开这里了。不用再玩这台机器了。这个机器太没效率了。来啦，走啊！我们穿过这里啊，穿过小巷，用我的无影脚哦，有没有看到哦？脚动的有够快的啊！这台机器是不是可以操作那个
没有，可以操作石头是不是？不禁，哦，石头在移动了。然后嘞，激光，你用激光干什么？嗯，我又用，哦，石头被吸走了。那，然后嘞，石头被吸走了。我看一下这一张纸啊，这张纸有是不是有什么说明？他说，一是这个石头，如果石头太小，这些 small 石头太小就会被吸走；如果石头太大，就会被这个传送过去到达这个盒子里面。是不是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他的盒子啦？咦，哦，有哎，哦有哎，走过去就可以看到盒子了。按一下呢，冰晶，呜呼呼呼呼呼，东西都掉下去了。再按一下，呜，没东西了。哎，没东西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喂，呜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收起来了。呜，光碟片，一张光碟片。这是光碟片吗？嗯，好啦。我们拿到光碟片了，嗯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啊，这一款游戏叫做 GOMO 啊，我们下集再会咯，无影脚，拜拜咯。